何以蔽之？书美好的样子，蔽之给予。那位美好大贤才，赠送什么是最好？这首诗是描述了战后的魏国百废待兴，魏文公为了重建魏国，竖起了求贤旗帜，广纳贤才的事件。Give 给予 ，Share 分享 ，Maiden fire 大贤才。What would I give and share with such a maiden fire？ 学习国学英语，传播中华文化。